举报我。为什么要举报我呀？我的亲，是我长得不帅了，是技术不行了，还是声音不好听了？还是因为你要给我送礼物啊？随便送啊，来鳄鱼。A 晕，再 A。看招！你要死。OK， 打个闪，把药吃了啊！这个红豆科我们不吃，马上升二，往前走。下个 E 要他命啊！有些兄弟可能不知道，因为什么我要闪现啊？我怕他 A 我一下，或者是打我一下，他把血给回上来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们要闪现一下。有些人可能不能理解，这回理解没？看招！或者怕他 Q 我一下，我不记得他刚才 Q 到底放没放了。我就害怕他回血，他这不死 A 完，所以我赶紧撤退。不是按错了，这真不是按错了，希望你可以理解。这波我们先不打，红怒兵线往这边推，不好跟他打啊，耗都不跟他耗。我们武器大师跟鳄鱼耗其实挺难耗的，我们只能跟他硬怼，所以我们第一件装备就出破败。先敲他一下，不要敲兵。刚才如果我们的动向是那个小兵的话，他刚才如果打我，我还不了手，他直接打我一半血。我们的目标必须是这个鳄鱼。刚才哎，我重锤出招吧，哎呀，严阵以待。鳄鱼没了，鳄鱼不见了，上 miss。这边我们不推，小控一手。鳄鱼肯定不能跟我打了，我们的兵线推过去了，他肯定想办法要收这波兵，所以我们直接一榔头打他，他不可能还手。我们重锤接 E， 跳上来晕走，免费耗血，重锤 A。重锤接走，不打了，我说停停这一波，我们这一波先停停。把这个出了，再来攻速。
这真慢呢，这。线儿推的还挺快，这波小亏吧，小亏一小波兵，把他们也算上。上线以后我们控线啊，把这波线控住了，那鱼下一波就必定要找我们打，嗯，必定要找我们耗血。玩上路，这都是一点一点的小优势积累起来的。重锤，锤！他如果敢先让我不放 Q 近身，我们就可以杀他。一开起来，跳上来晕住，开大招锤，锤重锤点燃平 A。差一点，不过打了他一个闪还可以。现在该我了，啊，他敢不回家，不用我自己来，重锤开 E 晕平 A 接 Q， 他这波塔下不可能晕得到我，我开 E 他就根本没办法，我们留个 Q 他是必死的，这波他还不回家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希望卡特不要来。好，我们直接送塔，直接送塔了，卡特来了，我也不走了，我也懒得走，我也累了，塔皮我也不要了，来来吧。严阵以待。对，你给我守下塔，守一波。别让他吃我塔皮，卡特这边白来，我们耗了卡特一波，还把那鱼给杀了，非常的 beautiful。出招吧！小控一波啊！哎呀，小控一波，不要推线，依然我们等待着鳄鱼。这卡特又不知道上哪去了，一等就消失了。严阵以待，跳下来锤重锤晕走锤，开大招重锤，岩雀来了，他指定气急败坏，知道这波吧，锤跳下来重锤，他气急败坏我队友就来，刚这波我队友在旁边，所以我敢这么玩。来一开起来跳下来晕住死，这波鳄鱼我们都可以直接截住他都可以，这鳄鱼这一波直接在这干他啊，直接截住他，这卡特肯定不可能来了，截住他，不要让他吃线。哎呀，我塔皮又丢了，这鳄鱼现在很难受，他兵吃不了，
啊，塔还马上掉，一个兵他吃不到，这塔他还没办法守，怎么办啊？他老难受了，现在这鳄鱼。我虽然两层塔皮没吃着，但是没办法。如果鳄鱼不来，我们继续拆。我重锤接走，好晕。回家出破败，然后我们此时需要一个小三项。下路 ADC Killian 是不追了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继续带。我少吃了300多块钱呢，一层160，320没了，太难受了。对面应该不敢开龙吧？哇，这对面真敢开龙哎！掉回来重锤，我们直接去打红去啊。这个位置没事，中路全死了。嗯，挖掘给我把中路塔拆了吧。再见，先把挖掘给杀了。挖掘给没有蓝 buff 吗？然后我们再上去杀这鳄鱼去。严阵以待，跟我飞中路，有点勉强啊。这鳄鱼还不走，这鳄鱼死了。我以我的人格担保，鳄鱼死了。他还把 W 给用了。重锤，一开起来锤，重锤，晕锤，再锤。没想到吧？是，你们得杀卡特呀。你们杀那日女儿有啥用啊？那是往上路走来了。来个水银孩吧。呀，出错了啊。去下路带我们现在。你去上路，我去下路带，我把他们家下塔给带没。啊，日女是咱们家的。哦，啊，对面是泰坦。那刀锋怎么把日女给杀了呢？奇怪。
可以打。这波不带了啊，这波去团。卡特很有可能会上头，这波我们来团。鳄鱼还带鳄鱼，出招吧！这条峡谷怎么办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又回来了，跟我来。好的，好的。游戏结束。重锤，锤跳锤，重锤，快救一下！重锤，全死。我们成功的给视野开了一波位置，啊，不是，给队友开了一波视野，然后让日女大了一下这个卡特琳娜，把卡特一杀，游戏结束。他们家现在顶梁柱就是卡特，所以这峡谷先锋早点放啊，太高兴。顶一下，别开了，算了。泰坦不是要闪现吗？不管的，我们直接走。我们直接来这边，顺便还能打个红。Beautiful 啊！还能杀条鳄鱼，正好。还能杀个挖掘机，这不无敌了吗？挖掘给居然有大招，哎呀，下件装备我们出巨型九头蛇，怎么掉线了呢？给卡杀了不太好，给这个挖掘给其实挺好的。出招吧！挖掘给从此起飞，那人头是卡杀的，我被卡杀虚空索敌给杀了。哎呦！别急啊，看看这波怎么打。别着急，守中塔。我们先晕，不着急上。那卡特不敢上，没事。能打，直接跳上来点炎开 E， 锤重锤接重锤，漂亮，又一波团灭。大龙可以要，我正好拆高地，你俩大龙我打，我拆高地吧，要不，哎算了，我打大龙，我得打大龙，别给那冻踩了，我那啥呀。
不行了，不能一个拆高地，一个打大楼，拿不下来，那有点贪，你知道吧？这种双线操作还是算了，他俩打不过，对。双线操作太贪了，算了吧。出个蟹手春哥就完事了。这刚才这波团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也就我装备好，我要装备稍微差点，刚才这波团都打不赢。我装备特别好，所以也导致他们没有办法直接先集火的打掉我。我要差一件装备，刚才这波就输了。上高地。下路吧，要不先把这挖掘给杀了。喂，先杀卡特，好勾，跳上来，不着急上啊，直接开一锤，重锤，重锤，跳上来晕住卡特，这也太疼了。玩呢这，我操！这一虚空锁地干了我们多少血呢？收集者啪嚓一下，哎呀！其实我们不应该再去打了，这波，这波应该去拿小龙打下路。该杀 ADC， 我刚往上跳，他啪一个 W 给我穿死了，又拿我700，这 ADC 一共拿了我2000块钱，可恶的 ADC， 真可恶。我们退下呀，这下路一塔没爆呢，先把一塔打了。高地可不好上啊，先往后撤啊，来往回跳，把挖掘给他拖回来，不着急冲，杀卡特，可以，我们就把他们家一个一个杀，知道吧？不着急往上冲，可能有些兄弟刚才开一个 E 就往上干了，那一定回不来，100%回不来，让对面 ADC 脱节。没有办法上来打虚区，我们直接跳走。可以，重锤乐鱼，锤重锤，跳锤重锤，重锤！哎呀，乐鱼！没事，这剩三个 five。快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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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回头啊！这不能回头，一定不能回头啊！一定不能回头，即使能杀，我们也不回头，知道吧？差个秒表，现在
最后来个秒表就行了。又掉一个上塔对面，我们等一波大龙直接推也行，或者是我们直接推上路也行，这都可以。我是不是又死了1000块钱呢？啊，还行，没有1000了，300块钱。打大龙，这挖掘可以直接往他脸上跳啊！没事，直接往脸上跳。大龙可以，哎，鳄鱼可以抓，把鳄鱼抓了来。鳄鱼抓了。我都不带瞅的，因为这波没兵线，根本打的意义都没有，知道吧？连打的意义都没有。先把卡特杀了，好，剩个 ADC 无力回天。ADC 无论怎么秀都没用，我们五个人往他脸上呼。往他脸上尿尿，